本讲解一个每天30分钟操作，零基础，用软件无脑搬运批量剪辑的一个项目，只需要听话照做，日入1500的一个项目。课程是包括这个项目的介绍、准备的工作、项目的实操三节视频课。我们来看一下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。项目介绍和这个软件的链接都有提供，还有项目的这个三套教程啊，三节课讲得非常清楚。成品做完之后，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啊？就是这个音乐号，这是个音乐号，还有这个音乐的素材啊，提供了一部分，大家也可以自己下。还有这个风景素材也是可以的，风景加音乐合在一起啊，来做这个音乐号，这个长久可以操作的项目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脑搬运批量剪辑啊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